为你一路好走1963到2012。全球乐迷上周六震惊地接到国际乐坛天后惠妮休斯顿过世的消息，她的丧礼采邀请制，明天将在老家纽华克举行，观众并能在线上看到即时转播。纽泽西州长克里斯蒂下令当天全州要降半旗，显然地他是个大粉丝。惠妮同时也深得宾拉登的心，一本新书声言宾拉登在世时为他疯狂。惠妮的影响力将持续发烧，而他的音乐更将永远流传。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